今天的贵客可真不少啊。看样子，今天我这小店得热闹热闹了。送死的吗？你家主人让你带什么话？不愧是青山院的主人，我家尊主让我告诉你，岳公子以大礼相送，先收你的婢女一条性命当作利息，稍后还有大礼奉上，请公子耐心等待。公子。随便你打，随便你烧，只要你乐意。